倒是很多五星级饭店主厨现在要来出奇招吸引你的目光咯，因为要教你怎么做菜，不过不是在你家，而是透过脸书上的视讯，也可以知道厨房的主厨呢是怎么样做出好料理。快炒利落秀一手好厨艺，五星级饭店名厨做菜功夫了得，不少民众为了尝一口大老远跑到饭店去，偏偏以往名厨做菜过程不曝光，想学都学不到。不过现在五星级名厨的独家主菜手法脸书上就可以看得到，就是这里，我就是在这里学的。这个豆苗青冬笋我觉得我也会做耶。救过来救过来，大厨也上镜头咯。现在为了拉近名厨跟民众的距离，五星级饭店在脸书上面请来名厨做上菜秀，一星期推出一道，日式、意式、法式十种料理通通有。学完名菜心得上网 po 文，还有机会拿到价值1000块钱的自助餐券，还可以把师傅做菜的每个步骤都偷偷学起来。这个地方啊，有时候会比较老一点，所以先把它去除掉。就连桌边秀也不用边问边学，边吃边偷瞄，线上主厨就像一本活食谱一样。中天新闻吴若维、安雅婷采访报道。